今天去玩一下棒球游戏，不过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。我教你打击哦。但是我玩这种游戏，我一开始就是不会中啊。对，他给 FB 绑定了。很难玩耶，很难打耶。很像，有点像在抓宝可梦，就是你要刚好命中，不是抓宝可梦，就是你要有点像是在宝可梦的那个 perfect， 你要刚好命中这样。我觉得一开始向导有点难，再叫你投球，不过他没有一定要你过啦，你看我们刚才都没有中。所以他就是要教一下，嗯，同学就比较简单了。中中间那个。